앞에 가시죠. 맞아요. 여성분이 가시죠. 간 여성 앞에. 아메 아마라. 아마 阿妈，祝你那个身体健康，然后那个之后事情能顺利，然后这个家可以建立的更好，然后还有，然后你这样说我们现在建立不好了哦，没有更好更好，拜托，然后还有阿贝，那个祝你能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然后事业顺利。偷人家梗，人家对，现在不健康哦。然后还有跟阿姆长久久，然后可以长生不老。谢谢。好吧，好吧。这个长生的，长生就是对啊，不要吵架，然后不要离婚。那个。好好的，安静。然后可以更爱我们，然后零用钱多一点。然后因为零用钱多一点，然后大家不要把钱都送给别人。然后还有谁？哎，还有小叔，三叔啊。哦，对，三叔去烤鱼了。大声一点，他就听不到了。这东西真的是有傻傻的。三叔。好了，讲小叔。哎，三叔，那个小心要等明年还是明天？还是后天都可以啊，反正就是赶快取回来，然后多生几个，然后还有小叔，还有跟阿静姐，就是赶快加油。加油什么？加油有两种，就是精力旺盛一点嘛。我精力旺盛吗？哎，要不变成阿秋吧。体力也要好一点，可以多生几个。不要啊，我叫小弟，叫小弟。然后呢，快点啊！然后还有阿呆妹，谢谢你每天我需要什么东西就马上抄写说啊，这给你。然后，但是你先顾好身体，然后不会的，加油。然后就是红包太多，还有哎，恩主，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暑假，还有我啦。然后我们这个想到大哥，先煮什么？不要再给我男朋友女朋友了，不会不会。好了，说没有品轩也有品。不会，大哥不用，不用我，他要用我。啊，对。那就那个，我希望明年或后年可以接到喜帖就好。然后那个大姐也。喜帖是国防部来的吗？为什么是国防部？当兵啊。对，要当兵。然后大姐希望你去学习然后考上律师法，法官也可以。然后投入律师上比较多。啊好。然后二姐，就是专心念书，然后学习进步，然后考试顺利。哦，这个一定的，红哥超灵，不能搞出。红哥超灵的。然后还有红姐，那个就加油，然后考试考好。看谁考比较好啊，来比一下。没有，我可能是直升吧，直升比较好。你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对，一定直升，一定直升。这么没信心，我们告诉你一定的。然后模拟考就是可以考而去。嗯。还有。一定会。现在就是怎么模拟考？还有阿弟多买几头牛。对，那房子要盖高一点，不是两层了，就再盖多一点，叫别人都来住。然后还有那个，希望以后请三叔帮忙，请政府，然后改一下政策，说可以再多留几年。然后每年都来过年嘛。然后还有，谢谢你那个，就是加入我们这个家庭。好，然后还有妹妹啊，妹妹，还有马英九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妹妹，哎，哥哥，哈哈哈哈哈，马英九，给妹妹给你讲话，来，坐着，不要绕跑，赶快长大，越来越漂亮，还有啊，可爱呀，你看女朋友哎，看谁，不是管家，一家，没有，对，哦，一家，只要祝福一下吧。来了，一家祝福他怎么样？跟你读同一班，谢谢。恭喜发财！